Hello， 各位兄弟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，我是老头 Old Man。今天我们继续我们的变形金刚毁灭行动。好，我们上一集呢，这个汉化补丁稍微出了点问题哈，所以说呢，老头呢去抓了另外一个汉化补丁，就发觉这个汉化补丁比上一个好用太多了哈。那基本上呢，就比较不会有卡顿的问题了。啊，严格来讲是讲说，就是解决了之前上一集的一些缺失。那今天应该可以直接啊，认认真真的好好的玩这款游戏加录影了，好不好？那我废话不啰嗦，我们直接开始吧 ，Go！ 而且你看那个连那个字有没有颜色都变了，本来上一集是白色，现在变成现在算是淡黄色吧。Follow me！ 啊，连字体也是好的，都没有粘在一起。啊，然后现在按那个道具栏也不会跳窗了，我们可以好好的看一下我们之前拿到什么东西有没有。好，我还有这个经验扫描仪啊，暂时提升 30% 的经验值，暂时提升掉落率，各种欸，然后还有修理工具回复血量跟能量的加强，这是什么？哦，对，这就是那个，它只是做分类而已。所以说待会如果我们要刷装打怪，我们就可以用这个，还不错啊。那我们看一下还有什么属性。哦，这好像还可以升级点东西，是不是？力量、经验、勇气、经验，啊，有点中二的感觉啊。勇士横炮，哦，就是我，这只就是我，叫做横炮，属于博派的那一群的。哦，生命、近战、远程之类的一些数据。好，然后呢，这个就开始会有它的基本武器。哦，好像不能选择，这只是不能选择的，还可以加插槽之类的，哦，还蛮酷的啊。好不好？没关系，我们就直接开始吧。哇，原来这只是双刀哥啊，横炮是双刀哥啊。哇，没有飞弹吗？有。哇，12发。哎，我们的枪好像可以换嘛，信号枪。然后这个是我们的基础导弹。好，没关系，都试试看。我们可以射一下这个啊。啾。啊，抱歉，浪费了。我觉得我们先用这个比较妥。哎，这火焰枪哎。哎，不对啊，要这样打得到吗？哦，有打到了。哦，吃金币游戏。为什么卡住？来不及了。啊，头晕。哎，还差一个。啊，来不及了，消失了。再打应该还有，哎，再给我一点，快！哎，又伸出来了。等一下，这是可以一直刷钱吗？还是刚刚那样不算啊？因为我刚卡住了。喂喂，还有几颗没吃到，补一下。有了，吃完了。哦，吃完了才会给宝箱啊，那不能无限刷啊，这代表是成功的意思。哦，这么酷啊！双刀哥，水哦！物品栏能量包小，补血用的东西啊。好，我们来了。失败，为什么？搜索，在车辆到达最高速的时候冲刺冲撞他们。啊，我知道了，我会。倒立的呀！如果错过风流，可以比平时跳跃更高哦，就是类似碰到这个风流，哇，跳更高这样。哎，这还没吃到 ，yes。好，其实这种动作这种打击感、流畅度很够的这个游戏，其实我都很爱玩的。老头很喜欢玩这种打击感很够的游戏，这个很爽啊，这不用讲了，这个应该结界吧，就直接动破 ，fire。是不是？哦，又得到一个新的近战武器，普通啊，好像还不能装备的样子，这好像是到后面才能装。哎呀，哦，这个风阻太强了，我们没办法开车过去，那我们就只有这样子了。好，来到这里了，进入动画，整个城市奔东离西。哦，不是奔东离西，是直接崩坏了。哦，狂拍了又来了。地面士兵，来啊！
来呀、啊，来呀、啊，来呀、啊！无需退后，叶柯不闻帮忙。每一个角色都有特殊能力，按下 LB 使用键，使用它将会耗尽能量技条，那能量技条逐渐恢复。我要怎么按啊 ？LB 哪一颗？哦，会瞬移哦，独特的能力，可是必须要能量条。哎，干什么？可是这个瞬移有意义吗？这个独特能力到底能干嘛？瞬移而已啊，他就做瞬移功能。哎、欸，我要死！哎、欸，顾着使用那个差点死掉，抱歉。Nice， 呀，最后一集，喂，尽全力做到现在，地面士兵又来了。当能量槽满了之后，按下两颗哦，终极毁灭，我有满吗？我满了 ，fire！ 哦，哇，还可以练能力值哎，科波，我来救你了 ，here！也是只有 B， 其实还蛮烂的。噔，Go Go Go！ 去橙色的地方，了解。哎、欸，我们这边很多东西没拿。哎、欸，等一下我要看一下这个。哦，这里有什么东西？从这边跳上来。哎、欸，这是什么东西啊？这干嘛啦？提举。Teletran 1, analyze. Analyze. 爆炸的能量块。哦，这会爆炸是吧？啊，我怎么丢？丢是哪一个？打击。哦，丢。哎、欸，不是，丢这个。哎、欸，要爆嘞！哎、欸，要爆嘞！啊，为什么我没事？哇，炸自己了，快死了！操作不当。哎、欸，我死。我不会这样把自己玩到死掉啊！哦，死掉了。I'm sorry。啊，自动修复啊，这到底怎么使用啦？重点。衰落，可是它是往地上丢呢。投掷。哦，有了。原来这是投啊！刚刚浪费了一条命啊，真的是。好不好？欸，其实这可以一直用欸，这可以一直用欸。好用。地面士兵出现了 ，Serious！ 欸，不会爆了。哇！吃我一记！欸，为什么不能放绝招？我能量条不是满了吗？嗯，奇怪了。怪怪的、啊。有了，可以放能量了。一招定生死。Fire！ Loser！ 直接爆了。来，这个送你。欸，想干什么？B 级，哇，赢了，比想象的简单了一点啊！拿到了奇怪的东西，又达到了奇怪的东西。那边有一个圈圈，等一下我想要看别的地方啊，其实我很多地方没去哎、欸，啊，这个地方。我们往下走看看好了。哇！直接敌人就这样来了。这个远距离的怎么搞啊？
这个子弹会追踪吗？看样子是不会追踪的。不好，不好瞄，不好瞄，都没炸到啊！对啊，算得很准。有吗？有。好，没有能量了。我可以离开这里吗？等下再跟他们玩。我先看一下地图。我们要去这个黄色的地方嘛。那这个地方如果往前走到这里是可以到。哦，有两条路可以走，是不是？那这个绿色圈圈是什么东西啊？我还蛮好奇的、欸。这里，这是什么？进入，这是支线任务，哎、欸，还可以玩支线任务，好丢啊！支线任务是什么？哇！啊，就没子弹，是要打什么东西啊？你这样烧得到、哦，还蛮强的，连续烧这样子。烧得到才有鬼、欸，哎、欸，这对我来讲太难了啦！结束了，哎、欸，我可以放弃这个任务吗？这支线任务对我来讲太难了，不适合我现在的武器啊！我觉得我下次再来好了，我这这一台根本就不适用啊！我就乖乖过我的任务好了、啊。这些敌人应该可以略过。来了。嗯，其他车子跑哪里了？上哦，碰碰爬爬高高爬行车，呀、yeah!！好啦，一直被打、啊，死呢！呜 ，Lowry， 哦耶！又顺手了。逃跑？去哪里啊？他跑了，算了，我先补血好了。哦、欸，啊，你不是跑了吗，大大？这样不妥啊，这样不优啊，突袭是不可取的，你知道吗 ？None， bye， 结束了，警告。哎、欸，我没有导弹啦、啊、我刚刚打那么多，哎呦，我导弹了。其实这个是会追踪的，你知道吗？好，解决了，只有 D 而已。任务9，原来这导弹会追踪哦。那如果解刚刚支线任务2的话，应该蛮简单的。我就觉得蛮简单的、啊，多了一个远程。我到底能不能直接在这里换我要的武器之类的、啊？感觉不行欸，防御100%，对啊，你看这边就只有这样，不让你装武器，对啊，哭哭，然后属性也只能用看的，然后武器就这样固定的，也不能让你选取上下，哦，对，上下就这样子而已啊，不能左右换。可能要过完一个关卡，然后让他武器都解锁才行吧，也只能这样子啊，不然怎么办？攻击！
攻击。攻击。干什么东西？攻击。还没死是吧？怎么了？我靠我靠，大触手哥哥。大触手不要啊，大触手。我就想吃东西啊，让我吃吃，让我吃吃。让我吃吃。我还可以趁机偷撞他，有没有？这是怎样啊？怎么会有东西在瞄我啊？哪些家伙在瞄我？算了，不理他，赶快离开这里。真是上上策啊！好，我们来到这边了。呜，密卡登。Can you hear it, Optimus? It's calling out to 昆虫金刚。Somehow directing them. 哇哦，召唤昆虫金刚。哦哟，吸收能力哦，念动力吸收知识。哦，干嘛？洗脑软掉了吗？来了，我的战车随时待命，但是这次我不能让你跟着我。哦，逃跑了。知道怎么打、啊？在车辆。在车辆模式下，通过等离子加速，为了迅速而获得加速。当加速增加后，可以突破区域的障碍。追逐战就对了。哦，原来如此啊！我比他还要快啊！哦，可以发射是不是？哦，玩来如簇啊！比你快啊！哇哇哇哇哇哇哇！现在是我被，现在是三方攻击。卡住卡住！你这个坦克不要这样子，有点难说真的，我一直被炸。不要这样子，太难了吧！炸到你了，快跑！冲啊！这是看谁比谁先到，是不是？真的，我看到前面那个黄色的点，为什么？为什么？等一下，刚不是好好的吗？为什么挂了？再一次，不管。奇怪，怎么会这样子？没有错啊。嫩。想干什么东西？哎呦喂呀、啊！这是不能逃离吗？不能超过吗？不管了，我们是超过敌人就输了、啊。马上超过敌人就输了、欸，开大绝了！管你妈妈嫁给谁啊！哎呀哎呀哦哦！跑嘞！原来是要打倒他、啊，吃我拔了！跑！我的追踪导弹可是会炸了你的小王八蛋！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！我错了呀！哦，逃到这边来了！你被包围了！
啊，尼克，是陷阱。哇！攻击，攻击，恭喜你！哇哇哇哇！喂，哎哎哎呀！哎呀哎呀哎呀！哦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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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哇哇！哦呀，拜哥，跟我斗！哦，是呢。Fire！ 哇哇，被破解了！哎，你作弊啊！下去，下去！啊，我快死了，抱歉，吃一下补血啊！嘿嘿嘿！哇哇哇哇哇，这一招！冲刺冲刺！嗯呀！哎呀！哎，会死会死 ！No！ 补血快没了。哎呀，快撑不住了！攻击！攻击！攻击！哎、欸，跑掉了！呀！哎！不行啊，会死啊，哥哥！最终啊，我要把你干掉！还不死，还不死，没打到，天元突破呀 ！B 级胜利，太爽了！哎、欸，后面这是什么？你召唤更大只的机器人是吧？哎、欸，我的命运为您等候，我要逃跑了。I just engaged the security system. Good luck getting in. 怎样进入安全系统？是这样，这边待会会爆炸吗？他躲起来了。Analyze. 这是一艘未知起源的船只，被埋在地层下方。怎么才能关闭安全系统？看上去好像在一台合适的位置有双层安全协议。首先，你需要使用三个发电什么的。好，他要把那个给打爆、哦，找到三个哦，找到三个，这是什么？信息激活，这是干嘛的、啊？打副本吗？哦。哦哦哦！终于有武器了，钢锤。哎、欸，我们拿到很多，超多的、欸。新武器燃烧狙击枪，它要分等级的、哦。低温剑等级低，啊，这都是要到这边才可以解锁啦。爪钩等级低，燃烧狙击枪，好多燃烧狙击枪哦。等级低，热能锤，啊。闪电锤啊，这个武器有分属性的，酷哦。等级低，热能剑啊，这是等级三的罕见。它上面还要写那个等级。燃烧导弹，普通。哎、欸，这些好像都可以直接卖掉或拆解。哇，热能手套，拳头攻击感觉很酷哦。电极发射器，怎么都基本上重复的蛮多的。哦，罕见热能锤。钢剑、低温、稀有枪、基础机枪，我靠，我们拿到的东西也太多了吧！所以说，这个是要怎么处理啊？我们先看一下近战好了。
钢剑等级低，现在你可以更换角色了。等一下，我是按到取消是不是？啊，我要看一下我的武器啊。使用合成装置升级你的武器，透过其他武器作为合成，可以指定进行升级。哦，合成之后武器会被消耗嘛，然后当做部件武器也可以改变它的技能。所消耗的武器等级越高，你所获得的武器也越好。好，我们来试试看哦。刚刚那个如果不行，可能直接卖掉。可是为什么我现在是用这一支？其实我比较喜欢柯博文哎。哦，可以换哦，可以换，难怪。擎天柱的这一把本来就蛮烂的嘛。我们看一下可以给他换什么、啊？给他换个热能剑，感觉不错啊。攻击上升 187， 全部都上升。总伤害，我们看一下低温剑，低温剑就比较弱一点，那个物理伤害。我们那种等级低的可以直接卖掉啊。好难选择哦。暗蛙有属性可以看。这是增加火属性的 ,187, 总伤害。可是感觉这种拿锤的攻击力比较高，可是会不会挥太慢了、啊、感觉就是挥很慢的感觉。热能手套。好啦，我们拿一下热能剑好了。把它装在这里。那这个插槽的话也是可以放机枪啦，是吧？等级5机枪感觉就很强。而且我们一个拿热能锤，一个拿这个热能剑热能锤，好，然后我们这个远程的话呢，高离子爆能，要换哪一个、啊？为什么这个是零？钩爪我是可以钩上去的、喔，我们换一下基础机枪，啊，有下降吗？有上升，有上升，很好。榴弹发射器，榴弹发射器的话，我们来换一下基础导弹。不要等级好低哦。我们可以换狙击枪啊，是不是？有了，好了，那要怎么做合成啊？哦，这边，热能剑嘛，已装备的热能剑。我看一下要怎么做。他这样的意思是说，我们试试看这样的合成好了。打造显示的武器，所以说是用近战直接升到，是由第一把的武器拿来升级这样子吗？没关系，我们来试试看，这是基础武器嘛，然后是做到升级的这个400。哦，出现了，哦，获得了专注2啊。那我的热能剑在跟这个合成呢，专注攻击提升，感觉就很屌、啊。哇，可以再升呢，再加一个钢剑好了，好像没提升多少，再加一把属性的闪电，好，升级费用下降。其实我都乱升一通，你知道我都看不懂，好酷啊！他技能两个就满了。所以说现在就是有三种就对了，近战全套，大黄蜂所使用的，那给他换一个热能拳好了，是吧？大黄蜂爆能枪，基础机枪，我们这边帮他换一把钢剑。合成的话呢，大黄蜂那一把枪在哪里啊？我们就可以帮他升级啊，对不对？可不要变更强，对吧？大黄蜂升级了，再配一下这个等级2，好，感觉好像没有变强的样子。不对啊，大黄蜂这把没有技能格，太可惜了，我升错了。还有这个近战对剑，我们对剑也都没有打到更好的，我们只能让它升级。
我们直接先把它装一把武器，我们就出发好了。好，就配这一把。嗯，怎么了？目前阵容大黄蜂装备啊，已经装备了。好吧，那给你装低温剑。好啦，我们在这里待太久了，我们要直接开始。要怎么开始啊？好，游戏开始实验室。啊，还可以购买新招式哦，在千金顶实验室可以购买一些招式。哦，是购买武器哦。武器招式可以都直接买，哇，好酷哦！急速起步，安然无恙，旋风拳，猛推，我们来一个反击好了。哇，这样就要20000耶，我天啊，好贵哦！急速连击，好，买了。好多东西哦！好吧，我们就先这样子啦，晚点再出售啦。啊，这是干嘛的？角色可以用那个升级来强化，可以开发新的道具哦。哦，是强化实验室的是不是？哎，我没有哎，那可以叫我们开发吗？我们开发一个5000的好了。Let me see。哦，加速提升，是的，我要装备。哦，这些类似像是抽奖那种感觉啊。有了，呀、自动招架2%，当然是装备啊，用讲嘛。好了，就先这样好了。开始 ，Go。